所以我们呢，在凡尘的时候啊，了解说先去掉我相，我相呢，去掉，不要呢执着这个身体的我，我们呢就是要进入啊佛性的我，佛性的我呢就是如来，就是佛了，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呢以佛自居啊。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啊，就会想，佛可以这样做吗？那不好的马上就可以改掉。用这么高的来要求自己，高标准，愿不愿意啊？愿意。